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一二三四五 ，Great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four， five。我想这是一本 number 的书。哇哦！问背包，问地图。Bad right， 你能查查地图吗？你得说 map。Map。Map。Yeah!
是要回去了。No， 已经要回去了，我们再玩一下吧，拜托。对，我们还想要玩。我们都在这里了，所以一起来画一幅图画来庆祝吧。哦、Dora， 真是个好主意。请帮数字兄弟姐妹画一幅漂亮的图画吧。画一个大大的脸，还有，用 Number One 画头发。谁是 Number One？ 用 Number Four 画眼睛。用 Number Five 画鼻子。用 Number Five 画鼻子。用 Number Five 画鼻子。用 Number Two 画嘴巴。用 Number Three 画耳朵。Map.